羊城的山水，羊城的绿化非常好，空气也非常好。在羊城有他的中国的家人，嗯，就是我们。喜欢他的性格，喜欢他做人的方式，他们性格特别直率，特别简单，生活方式也特别简单。然后我喜欢他给我做菜。我没有想到我的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媳妇，而且是婚礼非常的轻松，什么都没有要，就怎么订婚呢？不像咱们这个繁琐的礼数，这个姑娘也是不要大操大办，不要让父母花钱，你出一点钱，我出一点钱，咱们简单的办一个婚礼就行了。我对我这个儿媳妇非常满意，对我们非常孝顺。我会把外国的一些文化带给下一代的孩子，让他们学习学习外国的文化。If you love somebody, you can love something, one, two things. 小程序里有热乎视频。